好。哎、欸，看到有跟我说一下哦。喝到就知道了。有老师，没喝到。有吗？没有，在意面下是不是？在意面下了，还是车屁股抬起来，它就会比较前进。车轮去那边，对，车轮去那边，然后我靠过去那边，对。先把这个盖起来，等下会吸吸就 ，PS 没有，最会吸的男人，来。辅大物理系高材生表演虹吸原理，对，这个不用啊，熊空吸，对，熊空吸有冠军。来 ，TY 我扶啦，你过来这边吸啦。感觉好像，等下应该吸得到啊。来啊，吸了，帮我扶着哦，你扶着 TS 就好。哦哦，很可怕哎。平常有没有在吸，就知看这就知道。干，好辣哦。你们两个动作好危险！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三楼刚刚转这边，真的吸，哦，好恐怖哦，很怕吸到，是不是？嗯，再拉啊，看，要先拉出来，你要先，嘿，吸到嘴巴，吸到嘴巴再吐掉，赶快放到那个，好，拉。没有，有了，下去，没有啊，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它流下去了。哦，先吸起来压着，一定要吸起来让它真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对，有，拿下去就可以，拿下去，好了，来喽，哎，好，它要溜回去了，吸力不够，你吸越大，它的屁嘞、欸，跟他那关系啊，它的虹吸越大，拉。不行，那边我觉得拉出来多一点，要拉出来多一点啊！中了，拉出来多一点啊！可恶，浪费了五滴，浪费了你的嘴巴，真的。结束了口，吸水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在想要怎么办。你要先漱口啊！等一下哦。有什么办法嘞？我看它油管了。等一下，我先 off 一下。虹吸是意面也要比较低。对。所以你吸管要拉。还是把机车放倒一点点。没有，我觉得。啊，对，机车往左边倾。再倒一点啊。好、哦，有了，我扶着有了，你扶我 ，OK， 我扶车，好，来了，进去了，太慢棒了，没有，太慢棒了，你先压着，太慢棒，你直接在下面，你人直接去下面，压着啦，用手压着，来了，有了，进去了，那、啊、你那边要进去，来，我要住口，好，你那边压着，你那边，张总，你右边伸进去，对，伸进去一点，你右手伸进去一点。好了，喝很大口哎、欸！都要帮我拉一下管子，吸声很大。有了，哦，张少深一点，深什么了？往下啦，往下，我哪边往下？你那一根深进去一点，那根深进去一点。哦，嘴巴都有气。哇，英雄！还是抽干。抽干，等一下干，等一下再吸回去。一桶到700啊、哦？有那么多吗？这个700，700，这800。你要啊 ？TI 好，差不多了，就2公升而已，4公升，4公升。不要浪费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